Q 弹主角沾点芥末酱，好刷脆。巴黎奥运即将登场，蓝、黑、红、黄、绿五色环酱料超应景。端出北法家常菜，饱满淡菜，地中海马铃薯中，边刻美食边看大荧幕直播，仿佛一秒飞到法国，用行动帮中华队集气。台湾选手有多排，在24小时之内，我们会赠送指定饮品一杯。而这间寿喜烧餐厅呢，只要你来用餐，喊出“中华队加油，北海道干杯”，直接送你吃。中华队加油！三分糖撒锅底 ，A5 和牛豪迈下锅，带出鲜甜滋味。道地的关西寿喜烧有专人帮你桌边服务，也要搭上奥运热潮。7月26到8月11号，中华队加油的话，我们都会每一桌赠送4颗的干杯。那点肉品的部分的话，它第二件都是半价。抢奥运餐饮商机，除了金色三麦，台湾选手夺牌送饮品，潮汕寿喜烧帮中华队加油打气送干杯，新版希尔顿自助餐两人同行，身份证集满7777，享有77折优惠。这直播，然后边看个电视，喝个啤酒，然后吃个小点，这气氛很好。业者抓准奥运热，看比赛，刻美食，预祝中华队旗开得胜。环宇新闻宋俊、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